1981年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狼人的妈，狼人的妈。狼人的妈，你快出来！哎呦，看我！哎呀，出来！你就快走两步，能怎么了啊？我这么大肚子，走得快吗？哎呦，人家大夫都说了，要生孩子之前就得咔咔跑。哪个大夫这么说的呀？你走两步没事，你走两步，保不齐孩子啪就掉下来了。那不摔死了吗？那不省着你伤了。人家大夫说你适当的运动。哎呀，你我那意思啊，赶紧让他出来吧，在肚子里边多憋屈啊。那是你着急的事儿吗？一点都不关心。没露头还是吧？废话，露头就出来了。我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怀孕都4个月了，你瞧瞧。哎，不是，你是这孩子亲爸爸吗？我不是，你是啊。我这孩子都得10个月，这不今天已经，哎呦，快了，这就快了。哎，我就想着，你说，哎，也没当过爸，他要出生了，哎呀，得是什么样呢？这玩意儿，什么样？我觉得咱们得生一个儿子。对，我也喜欢儿子，是儿子吧？哎，我跟你说，等到他出生。我估计哎，到时候让他说相声。我觉得让他捧哏好，逗哏好。现在你看谁火呀？现在这年代最火的那是侯耀文呐。哇，也是哈，对不对？但是我就是喜欢他的搭档石富宽呀。哎，我觉得让他捧哏，捧哏没出息。怎么没出息呀？以后你看着。40年以后，你看着捧哏的。行吧，我希望他能活过40。对。哎，我跟你说，咱们家孩子特别活泼。哎呦，怎么了？他踢我，敢踢你妈？我踢死他！不要动我媳妇儿的人，我跟你说，我必须让他好不了。不是，这是你亲儿子。我知道这事，但我亲骨肉，亲媳妇儿嘛，你不要对他这么狠啊！哎，你说到时候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起，哎，刚才你叫我什么来着？你叫狼岩他妈呀？对。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咱们就叫狼鹤岩。哎呀，行，虽然这名字糗了点吧。也行，那就叫这个名字了，就叫这名字了。嗯，是儿子就让他叫这个名字。你说他现在就踢你，证明这孩子呀，真是动手动脚。他长大了可能要喜欢足球，有可能他运动能力比较强啊。啊，而且应该是个大高个啊，这孩子出生肯定是个大高个。对，最少1.85米，1.85米，而且是浓密的头发。哦，你说是浓眉大眼儿，头发。头发不是重点，秃子也不难看，啊，对不对？那，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赛脸是不是赛脸？说两圈踢，说两，不行，我揍他啊！不行，我好像要生了。啊，怎么着？我帮你，我帮你还怎么着？我在这儿，我不能在这儿生啊！你真要生啊？快点上医院！我哎呦，那我带你上医院，你再忍一忍，你别着急，我当年我妈，你别着急。你当年怎么了？你当年我妈生我的时候就是跑马拉松时候生的，跑马拉松时候生了你。对呀、啊，你叫啥？我叫张拉。你叫哦，我叫狼和岩的爸。厂房家属不能进啊，在外面候着。走，你上去吧。怎么这么快就到产房了？我没走两步，怎么到产房了？我还以为你再走几步呢。产房太近了啊、哦，我们在医院里边溜达的。
在医院里边溜达，我说给忘了，真是一生孩子就忘，生没生，生个土豆还圆白菜呀、啊？好像生个气管子，生一蛤蟆还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家属过来吧，是吧？好轻松。明显肚子就小了，生完孩子就是好。哎呦我天哪！哎，怎么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怎么没大出血？家属怎么说话呢？这是我听他们说的，生孩子连护士都听不下去，九死一生啊！没有大出血，照顾病人情绪。现在病人身体很虚弱，你需要关心我一下。没事吧？给你照顾、啊。我现在好多了。孩子呢？孩子别在没干着坠着。谁生完孩子在这当了呢？你哎呀！我那意思躺哪儿了？我照顾病人情绪，别放着躺，等着吧，我去把你们都抱出来。哎呦，肌无力的。这是我们家大功臣，让你看看咱们孩子，给我们生了一个大宝贝，辛苦了，特别可爱。哎，你说咱儿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啊？要不说他是神童呢？不是，我先问问你是哪儿来的货呀？什么话？什么话？什么叫哪儿来的货呀？这怎么？咱儿子生下来就这么大了？咱们的儿子，咱们的结晶。多可爱！我不信，咱俩有一个这体格的吗？我怀疑你跟大象有私情，证明他是大象，你知道吗？不是大象，看看。你真是狼和岩，我真是狼和岩。这是你的亲儿子，这你不许再侮辱他。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等会儿，你身上掉下来这么大一块肉，啊，大肉。哦，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大肉。大肉。你不要说这些了，爸爸。不是，我怀疑你是不是在产房里边吃化肥了？是什么化肥呀？就是见风就长，那鼻子怎么没长呢？它不是大象，不是大象，大象鼻子这，我这十多个月都没去过动物园了。不要再说了，你看看，真是啊，抱我。我要是有什么事儿，帮我洗个遗嘱。你放心，我会把孩子抚养大。他妈，你来试试。你太笨了，你抱我！我算了，我不用试了。我估计抱不动他，我估计我抱不动他。你看他，哇，比刚才我的肚子还大。这孩子可能是受了什么辐射了，我天！生下来这么大，体格还这么好，证明他肯定是身体好，才长这么大。妈妈啊，怎么了，宝贝儿？我饿了。哦，饿了，去给他点个外卖。我要不我去给买奶粉去吧。这孩子刚生孩子，你这懂得不好。快点，一会儿他饿得不行，饿死怎么办？行了，你再忍一忍，这么胖还得吃，忍着点，走，有点凉、没事，妈妈回家给你做小棉袄、我给你先煮一碗小米粥。都说孩子是有苗不愁长啊，转眼一间我就五岁。老爷，你快出来！快出来，出来！你别扒垃圾桶啊！你说你天天你扒什么不好？你扒什么垃圾桶玩啊你？垃圾桶里边有吃的。你说你想你看你别像你一岁时候那么胖了，你一岁那时候叫婴儿肥，你好。瘦成你现在五岁的样子多可爱啊，你一岁的时候有多难看你是没看见啊。
我看见了。我知道，你看那是你看那是你的百天照。哦，对，百天照，等百年以后。百年以后。你呀、啊，你就这么点儿，你知道吗？真是的，你别老玩这个，你玩点别的不好吗？我没事干，我想让你陪我玩。我还怎么陪你？我不上班，我不工作呀。你好不容易今天能陪我玩，我不管。哎呀，你天天玩玩，你给我，你给我踢球去，走。啊，踢球！踢什么球？踢球？你去找张九南踢球来。我跟你说，咱家的邻居张什么南？张建宇，对对对对。别老跟他踢球，伤着几个腿啊胳膊的。那别老踢球，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你刚五岁，你玩点那个健康向上的动作好不好吗？健康。爸爸，那不玩了，那别玩那个。哎，咱看我电视不好吗？啊、我看电视，看电视，我要看动画片，看电视剧吧，看电视剧。啊、那电视剧呢？我要看《庆余年》。没有呢。是谁在说话？是我妈妈呢？没有那个，没有庆余年，没有，看看别的。赘婿，没有，我都没听过你说那个。哎，看看别的，看什么？林大了，你就说你想看郭麒麟完了呗。你不看电视剧有意思？你看别，我们这当年的电视剧，你看看这多火呀，《还珠格格》，你看，《还珠格格》不是98年的吗？咱们现在哪年啊？咱们是86年。86年。对，我就是我这人有未卜先知的功能，以后肯定会出那些《还珠格格》《庆余年》啊，这赘婿的这些，尤其林子大了，里边张雅芝特别好，这些你都得多看看。张雅芝啊啊！你别看那些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吧，《渴望》这电视剧怎么样？《渴望》这是咱们那年代的，肯定不信你们百度。1986年有这电视剧了，你看这个吧。86年呀、啊，啊，这不，《西游记》行不行？西游记、啊，看《西游记》啊，动画片啊，动画片、啊。哎，巧了，《西游记》的动画片。《西游记》没有意思啊。怎么没有意思？那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那多好玩啊！哎，金角大王，我好像看过那个，就是金角大王就叫孙悟空，就那个叫行者的那。对对，爸爸演那个，你叫我。你叫我，好、哦，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你叫呀，行者孙，爷爷在此。我他妈抽死你！来追你孙爷爷呀！你给我站着！10岁的郎鹤炎聪明好学，但是在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小疙瘩。郎鹤炎，你爸爸就是，你知道吗？不是，你爸爸就是，不是，哎，你爸爸就是，不是，就不是。郎鹤炎，我问问你啊，你问，你有爸爸吗？废话，谁没爸爸呀？啊，保不齐有没有的，你有吗？有。你爸爸叫张什么？叫张鹤伦，不是。我爸不姓张，我爸爸姓郎。对，姓郎。你爸爸就是武大郎。不是武大郎。你爸爸是武大郎。不是，我爸爸姓郎啊，这郎大武。哦，你爸爸是反正话是吗？不是，反正就不是武大郎。你爸爸是武大郎。不是，你的爸爸是武大郎，每天吃饼卖的忙，从小头发不洗根，长大准是光头强。光头强。不是我爸就不是，就肯定不是。这倒霉孩子，你是不是又给我惹事儿、一天爸爸忙里忙外容易吗？嗯，没事吧？我记得老欠了啊，不好意思啊。行了，回家找你妈去吧。走，咱走。都不是好人。爸爸，你干嘛姓狼啊？你姓张多好啊！岁月流逝，青春悄然，20岁的郎鹤炎也到了该有心事的年纪了。
哎呀，我郎鹤炎。可能这是今天里面最阳光帅气的郎鹤炎了。我老郎，我小郎今年，我小郎今年也20了。我也想有自己的女朋友。我觉得就我这个版本的郎鹤炎还是比较好找的。不用你说，给我一边带着去。呀，琪琪。浪，往后坐，哥跟你聊会儿。哎呀，你觉得我怎么样啊？帅，你特别好，你长得好看，而且你这个头发还挺多的。哎呀，谁知道之后几十年我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你行。你怎么有事没事老打我呀？你是不是想跟我练一练？没有，没有就行。我觉得你也挺好的，是吗？长得好看。哎，琪琪，嗯，这是不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呀？对呀，你看，好看不好看吧？好看。那是你也不看谁买的，我男朋友买的。我买的？你是不想还给我钱了吗？是，是，香吗？你是不是又用我洗衣粉了？没有，没用洗衣粉。下回用我洗衣粉，放回原位啊！啊，走吧，天也不早了，回宿舍休息了。不，等会儿我看看。不行了，怎么了又？宿舍关门了，这10点就关门，这都9:55了。我骑自行车3分钟咱就到。灯啊！不，上马，快走，快走，赶紧的，上不去。你怎么上不去呀、啊？我弄低点儿，快上。不是，他已经关了，这到不了了。他已经关了，他现在花楞盖儿已经锁上了。哎呀，啊，关了没事。啊，关了。翻墙，翻不了。怎么？我穿的是裙子，翻不了。你穿裙子，你要不弄，你穿我裤子翻不就得了吗？我现在脱给你。不是翻不进去，那个栅栏都通着电呢，你一翻就电死了。你们学校怕学生往外跑啊，对吧？啊，就不让进了。哎呀，你说你这事，那要不咱那墙那挖个地道进去？嗯，不行，那都是水泥。哎呀，这怎么办？你这，嗯，你带身份证了吗？啊，行了。那你网吧开个包宿，开包宿干嘛呀？那你去哪儿啊？这，嗨，赖我。你什么？你回你家？你不回你家？我给你打车。我家里没人。你爸妈呢？我爸妈不在家，爸妈出去玩去了。啊，你回你二叔家？你不二叔家吗？二叔一起出去玩了。你大姨家呢？就远点就是。嗯，他也出去玩了。这几个岁数大，你这么能玩呢？出去旅游去了，都出去了。你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都出去玩去了，都就没有亲戚了。怎么你是孤儿啊？不是，就是不，我是外地人。对，我是外地人。你这是去了？哎呦，那你那身份证又不行，那能住哪儿？你网吧开包宿也不行，你不乐意那你说去哪儿？你有辙吗？住酒店行吗？大点声，我听不见。住酒店行吗？住酒店，嗯，行，那你去吧。那你呢？什么都不明白。朗朗，干嘛呀？你叫什么？朗朗。你我就腻歪别人叫我这个。妍妍。哎，行，可以。我嘴唇干。什么？嘴唇干。嘴唇干呀？啊。让你这屋里开个加湿器，你不听，我唇膏你也不听。啊。嘴唇干，你把眼睛闭上。嗯。是了吧？干啥去？琪琪，谈婚论嫁是人生的大事。老话说得好，再好的男人也得有见丈母娘的那一天。
哟，邻居们都在这儿呢。哎，这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个愁。没想到我那如花似玉的大闺女相中一个驴粪球那个那样的一个男孩子叫郎鹤炎，说今儿领来让我看看。哼，我看看就看看，我尽量我能看得见的。哎，也不知道是几点，俩人啊年轻人。不就是见家长吗？我郎鹤炎，我怕我什么呀？没事儿，你喊什么呀？我告诉你，没事儿。我告诉你，今儿见的是我妈，你心里有点数你？什么？妈呢？这么多人看着，一害怕害臊啊，神经病似的。什么害羞的？没事儿。你一会儿一切的事情都看我眼色行事，明白了吗？这，你别这么弄了，干嘛呀？放心吧，心里有点数。就见家长嘛，没事儿。那啊，走走走，往前走，进门，进门，敲门。谁呀？妈！哎，闭嘴！妈！哎！你激动干嘛呀？没事没事啊，这个状态倒像是我闺女。来！来了来了！妈，给我开门，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哎，瞧瞧瞧瞧！哎呀！妈，你这怎么了嘛？你这怎么？你是让怎么了？让坟圈子给炸了？有这么说你妈的吗？你这不开玩笑呢？神经病似的，一天到晚的。好，一见面就那样，我以为你哪样了呢，你知道吗？别闹了，给你逗着玩的。都多大了，磨磨嗖嗖的。你别老跟我闹，今儿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你往这儿这看我干嘛？我说你闺女养我多少年了？是啊，养二十多年了。今儿我带我男朋友，他叫郎鹤炎，不是郎鹤炎。哦，也不是太熟是吧？挺熟的。哦，这就你说的那个小狼啊？对对对，您也看看吧，我们俩就是真心相爱。怎么你卖不出去了那个状态是啊？我跟他聊聊，跟他聊，妈是为你好。没事，好，我知道了，妈，你说吧。哼，你跟他说吧。阿姨，叫姐姐就可以。阿姨够时尚的哈，永远在最前沿，瞧得出来。妈，你跟人说话注意点，别老那么横，一会儿让人说走了。放心吧，嗯，妈心里有一个数。嗯，小郎啊，哎，阿姨，今儿来是有事儿吗？这不是跟您商量吗？商量什么呀？我想娶您女儿。谁？要干嘛？哼。我想娶您女儿。太骚太骚妈，你是没见过老爷们儿是吗？我在脱刀里面提着，我害臊。怎么什么玩意儿他就给你下药？什么玩意儿？我下药迷昏住你了，给你下迷昏药了。那是前两天的事儿。你给我闭嘴，知道吗？妈得过这道关。嗯，求婚来了？是，这不跟您提亲吗？阿姨，那小郎咱可得谈谈条件了。哎，这不跟您商量吗？阿姨，我这个闺女养了二十多年，不能白给你，对不对？啊，那是道理，我懂。这年头嘛，啊，我领她上歌厅我还得花钱呢。哎，没有白来的。去歌厅干嘛呀？就说这意思。啊，我明白。当然了啊，你要是说真想把他领走，哎，阿姨呢也能理解你，您理解就好。不多要，还是要钱。不多要。那您说个价吧，阿姨。50个 W。 50个 W。 欢乐豆啊，我跟你逗了吗？50个 W。啊，阿姨，怎么着？现在2006年啊，您说那15年后的价钱，这不得跟上潮流吗？50个 W，那也太多了呀。要多了吗？这就多了。太多了，我没有啊。那你有什么优势啊？喂，阿姨，虽然我没钱，嗯，但是您女儿嫁给我呀，啊，我肯定爱她，
我对他好就完了，对他好一辈子，爱他就完了。对呀、啊，我领他上歌厅的时候，谁都对他挺好的。爱他的人多了，那还有这歌，那老说那歌厅干嘛呀？那儿我熟，那地儿怎么了？我瞧出来了，不是你这那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女儿也爱我呀，我们俩真心相爱。嗯，您成全我们俩吧。成全你。对呀、啊，今儿阿姨把这话撂着，小郎，干嘛呀？你今天拿出50个 W，、姑娘你整走。什么叫整走啊？你今天要少一分钱啊，我告诉你郎鹤炎啊，我把他卖歌厅我也不给你，你知道吗？你说什么呢？你老就说这是你闭嘴，这么多邻居看着丢不丢人呀、啊、嗨，邻居早都知道你丢人了，真过不下去了，别跟我妈聊了，走吧，回家吧，不说了。哎哎哎，我哦领错了，我一边去，给我撂着了。你走走走，不行，我什么玩意儿，这姑娘这不是个赔钱的货，咱商量商量八折也行啊。哎呀，都说三十而立，然而立业成家终究还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我这不是我说你怎么了，这咱俩搭档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了啊，光我请你吃饭，你这话说的，胡辣汤我不是给过你一袋吗？哦，这就抵以前吃那些饭了。怎么了？你不北京人吗？我北京人怎么了？你有钱呢。我外地打工，我来北京多不容易啊，你有车有房。我你还搞一对象。我就是我是有车有房、那都是我爹妈的。你爹妈的，你封我点怎么了？咱俩是不是一场买卖？咱俩是不是搭档？凭什么呀？郎哥爷，你太小气了，你请我吃个十顿八顿饭怎么了？凭什么请你吃十顿？什么叫凭什么？咱俩不是搭档吗？咱俩这还是我带着你发财呀。你带着我发财，咱俩我都跟你捧哏，回头上演的时候我带着你去啊。那你高低你得请我一顿呐。请你，你这话说的，我请你，请你要这你要这样聊天的话，今天这顿饭咱俩为止。哦，以前我请你那些都不算了，你就请我吃个烤肉也花不了300-200的呀。那也是我请你啊。那不是你爸的钱吗？我爸不是没钱吗？又哪有你这样的人呢？你太不地道了。什么叫我不地？你太小气，你抠门。我小气我抠门不是吗？啊，这您要这么说，嗯，咱啊这朋友交不了了，没法处了。你等会儿。哎，狼牙，你什么意思？交不了这朋友了，咱今儿这搭档不做了。不做了。是这话？是这话。好，嗯，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你说，我早看你不顺眼了。我吃你两顿饭至于这么抠门吗？几顿饭？两顿饭。怎么？你打来这儿吃我多少年头了？多少年头你管那个呢？这你不让吃我不跟你叫，你人性有问题，我不跟你玩了呢。咱俩咧吧，别在一块儿。我人性我别搭理我。哪有这种人啊，真是跟您各位说，交朋友就这样心寒，没这样。兄弟，哎，新写的段子。你也写段子？我新写的段子。后轮后轮，我告诉你，咱这么演不行，知道吗？不行，我新写的段子。你别跟我说，你别肯定喜欢听。你别跟我新写段子。我你这玩意儿不行，咱传统段子还没弄好呢，弄什么新段子呀？观众喜欢听，我台上我也努力。不是你，你现在台上干嘛呀？又蹦又跳又遮又闹的，干嘛呀？我不行，我告诉你啊，我喜欢我。你喜欢，你喜欢，咱得奔传统活走。你要这样，咱俩搭不了。爱搭不搭，真是。这也分开了。哎，哟，郎鹤炎，张鹤伦，你在这干嘛呢？我这。哦，吃饭呢？哦，吃饭呢？啊，你现在有搭档吗？我这你有搭档吗？我没有搭档啊！哎呦，我也没有搭档啊！这么巧吗？这巧了，要不咱俩搭一块儿吧？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啊！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就是身体好，发量足，看出来了，真的啊！没人，您放心，绝对不可能脱发而死。哦，哎，那咱俩搭一起，咱俩从一开始好搭档了，好不好？好，那行，那这样，你今天晚上有事吗？我今天晚上没事啊，没事，咱对对词儿去，怼什么词儿？喝酒去。
事业遇到了转机，究竟是坎坎坷坷还是前途光明，在所不知。两个搭档就像生活的两口子一样，有美满的生活，也有马勺碰锅沿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这女人啊就得美，知道吗？一旦没了这些个皮肤啊，没了这些美貌，什么都没了，知道吗？你们，哎呀，真是嫁给郎鹤炎不容易，一个人带着俩孩子，哎呀，人都下垂了，脸蛋儿，想什么呢？邻居别老瞎看啊，趴什么床根儿，一天到晚的，哎呦，真是也不回来，天天俩孩子就我一个人带，我容易吗？真是，照着我自己这些年，哎呀，变化真是太大了，我都长胡子了。这可怎么办呀、啊？我回来了，媳妇儿。哎，哟，亲一个，老板回来。哎，想你了。你别，你刚干什么呀？我这正照镜子，这半个月没见了，长春出差半个月。你行，你别呢，你先等会儿。你看，邻居都馋了，你看。快来来，媳妇儿，你先别闹。想你了，还趁孩子睡着。你是想我吗？你这是想我吗？孩子，我都没见孩子，我见你来了，怎么了？你是见我？你进门，你看出我有什么变化了吗？你看什么呢？我穿着衣服，这个脸，我新买的粉底液又嫩了呀，宝儿，怎么了？嫩什么了？有脸说这个？怎么了又？有脸说这个？啊，朗和言，爷在此。跟你逗呢嘛，逗你开心嘛，乐一宝，哈哈。两口子之间玩伦理是吗？不是，那我们，你别来把你工作那个态度带到家里，行不行？行不行？日子能不能过？是不是上班又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孩子是不是老大又调皮了？你这一天天走，家里你管过吗？你不管，你知不知道每个月这女人都会有几天不舒服？是，不是？我难受了。那你要不就，要不那多喝热水，要不就多喝热水，我堵不住我也。心，我心里这火。你们干嘛呀？都回家过自己日子去。两口子吵架没见过吗？没见过，不给乐是不是？我心里这火我堵不住，我这孩子你也不管，天天就我一个人。我这两年我这皮肤大幅度的下降。你不是，你皮肤可以了吧？还可以呢，多嫩呀！出去现在就没有人挑逗我了。咱俩结婚，你老憋着人挑逗你干什么呀？你怎么了？我们那些姐们都不跟我开玩笑了，觉得我老了。别生气行吗？哄哄哄哄，哄什么？你别老这孩子睡了跟我动手动脚的行吗？就今天他俩睡着了呀。就今天孩子睡，你想干什么呀？孩子睡你想干什么？我没兴趣，什么都没兴趣。你回家，我对你就没有兴趣，知道了吗？你也不想想，为什么我跳凌晨的班机回来呀？你跳什么凌晨班机呀？啊，你跳什么凌晨班机呀？话全让你说了是吗？家里管过吗？不管，回来就知道跟我这逗，玩伦理。不是，我是你媳妇儿，你跟我爷爷在此。怎么着，我跟我爷爷结婚了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一天到晚的。你说我回来一趟容易吗？你去回你们相声的去说说。接吧，又不想娶你。娶你比他利索的，招呼劲都说不上来。哎，讨厌劲的，看你这么倒霉孩子，随你了。先等会儿，娘娘唧唧，娘娘唧唧的。等会儿，不等，怎么了？咬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知道吗？张九南不是郎鹤炎，郎鹤炎，我们就叫爷爷，爷在哪？爱叫谁叫谁。干嘛呀？不行，分家一拍两散。你甭想跟我爷爷玩 cosplay。我也不喜欢这个，我累一天了啊，演好一场。你嘴唇上唇彩谁给你涂的？你想是谁就是谁，行吗？郎鹤炎，你不怀疑吗？郎鹤炎，怎么了？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不有人没法过了，我勾搭你吗？没法过了，没法过，不过，没法过了，看人家，你就这样，对，怎么了？你就这样，我拔你一根眉毛。你是不是神经病？我不跟女人动手啊！你怎么样？不要！我不跟女人动手。你打我来！你锤！我还怕你锤我这两下，刚才你就拍了三下了。你锤死我！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话呀！你心虚什么呀？
么录像啊这？我也就是不知道啊，我也就是不知道朗哥媳妇叫什么名儿，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朗哥爷，咱俩日子没法过了，是不是想说这个？你等会儿，我今天没兴趣，我走了，自己过吧。你走，你不用你走，那是咱家的门，对，你从那儿走，那是咱家窗户，我跳窗户我不活了，我。哎，人到四十，已是中年，不惑之年，匆匆忙忙。王爷他妈，快点吧！不是，这怎么？咱们都八十了，这胎肯定不是我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怎么又怀一胎呀？老狼啊，你说咱们风风雨雨四十年，就要了一个小狼。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整天在外头忙，回不来，就剩咱们俩人。这不也是孩子孝顺吗？给我买了一个小狗。让他陪着咱们，你这也是自娱自乐。孩子现在忙活事业呢，他有他的家庭，哪有时间照顾咱老两口啊？哎，咱别给孩子添乱呐，这比什么都强了。上岁数的，岁数大的就得理解人家年轻人，人家创事业呢，咱们俩人就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你看看现在，你都拄个棍儿了。你年轻的时候不要去踢球，不要去踢球。就不听。哎，我这腿脚也是。你呀、啊，你不跟闹的毛病，你不跟姓张的接触，腿脚都坏不了。我就说咱隔壁那老张老上咱们家来呢，你理他干什么呀？我没让他进来。对呀、啊，你哪天你在家时候看见他进来了？我不在家时候呢。他也没进来。那你提他干什么呢？我就说我都不跟他去踢球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好身体，嗯，咱啊出去溜溜公园，不给孩子添麻烦，就算得了。咱就转。你别老提那老张那些窝心事儿啊。你放心，老张这辈子不会再来了。老张去那边了。哎，咱这岁数啊，活一天少一天了。不知道今天把这鞋脱了，明天还能不能穿上？你这是生他的时候落的毛病啊，这是。就是月子病嘛。人家说再生一胎就能好。老张不行。我去买点枸杞去，我。赶紧的呀，喝酒去呀，一会儿没地儿了，趁现在人少。就咱俩人啊？郎可言呢？你叫他了吗？我上礼拜就给他打电话了。我现在问他。赶紧打一个问问他。哎，老狼，我猜猜啊，给儿子做饭的吧？哦，给媳妇捏脚呢，什么都管。给你丈母娘通蜂窝煤呢。哦，我这是片汤话，不是叫你一回你不来，叫你一回你不来。行，以后也不叫你了，行了吧？行，玩去，别叫他了。哪回都不来，多余给他打电话。就咱俩去，就这一回不叫他了。走。挺好。哎。郎子瞻，您好，你爸爸呢？你爸爸郎鹤炎呢？啊，郎鹤炎啊，郎鹤炎是我爸是吧？啊，我爸出差了。
不来看看你吗？嗯，已经一个月没见着他了，他又出差又得演戏啊、哦，见不着一个月。我可是过两天咱足球队球决赛了，他不来吗？本来我爸答应我说来看我踢球，给我加油助威的啊，但是临时拍德云马社不来不了了。但是我爸答应我了啊，那场球如果我踢得好，他要给我买 C 罗的球鞋。C 太好了，我给你看看行不行？走走走，训练你，训练你，走走走走。郎和岩啊，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可是这个一好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落在这当媳妇的身上了，这大褂都开裆了。好在啊，他说今天晚上半夜十二点能到家，你说这叫日子怎么过的？我都快一个多月没瞧见了。哎，喂，啊，老狼，你落地了？嗯，还没飞呢。哦，晚点了。嗨，那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呀？半夜两点多呢。哦。嗨，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惦记你啊。或者你甭管我了，我要是困了我就睡了，我不等你。嗯，你放心吧。嗨，饭菜啊我都给你做好了，别在飞机上吃了啊，忍着点，稍微忍着点，到家一热吃点顺口的。嗯，行，好的好的，你就别操心了，没事儿，好着呢，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哦，行吧，那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嗯，挂了吧。哎，等会儿，生日快乐。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一切就好了，什么样一辈子。那些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真有点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这我们师兄弟儿一起为我杜撰的这么一个啊，死尸不惑。我也是头一回才知道，我打娘胎里就是个鹤字儿的。你说我爸我妈要早两年结婚，这是你们说的啊？效果很好，大家也都乐得很释放啊。这个按照这个年龄，从出生五岁、十岁、十五，五五的增加，一直增加到四十岁。他们的人物都非常的饱满啊，故事也很曲折，有时候还稍带些惊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们演的都是他们自己。不管怎么说呀，确实到了四十了，四十不惑，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如是而已。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能耐，也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为我送来的祝福，同时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师兄弟儿们，请他们上台。别闹别闹别闹，好容易一个，
我给你蜡烛啊，来把桌子抬过来吧，正好。哎，把您抬走。哎，你看过生日啊，就应该有个过生日的样子。我们还呢租了一个蛋糕，租了，好家伙，坏了，发票还在上面呢。因为这蛋糕太贵了，我们这经费也有限，人员也有限，实在是。你们人员还有限。你说每个人都出了两三回，按理来说，本来我设计的是一个人演一个角色，后来结果一设计发现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饱满了。然后我其实还设计了好多，给他设计个35岁啊，说有一个婚外情，结果他。结果他不让演，他说别演别演，那个万一是真的呢？多讨厌啊！后来一想算了，这是我们尊重本家的意愿。你们还尊重本家？对吧？啊、本家开心吧？好家伙，我母亲产后风40年了都没锯掉。啊，这都不好来呢，每个人都坚持着演完的。啊，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哈、啊！老狼的生日，昨天，那么。那今天因为今天有演出嘛，我们就今天来过。今天本来啊，我们就想怎么过这个生日呢，我说这样吧、哎，我编排一个节目，咱给老狼过一个生日。对啊，今天我们就提前来后台把这个作品啊就编排了一下，然后就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其实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就我俩来演，我说我俩去演一个吧，我就写这么一节目。到后来我说得热热闹闹的一块来一个多好啊，然后这些人啊跟真是。个个都是这个出类拔萃的，你看演技也特别精湛哈、啊，这个我也没想到的哈，这个每个人我也没想到。对，其实你应该给我们每个人都点评点评，是吧？啊，你觉得哎，你觉得你儿子那个头一个的大胖儿子演的怎么样？那是我儿子吗？那不是哦，演的你，我儿子。就回去吧，我儿子啊，你看于家伟演的不错啊，于家伟、作为你看你爸爸演的怎么样？这是我儿子，这是妈妈呢？妈妈真暖。我就说以后他咱仨站一块儿，你鸡蛋炒西红柿，你看。今天就点这菜了。哎，好嘞。啊，你看都演一个，你那个是演你谁来着？哪个？这关秋海、啊。你这媳妇儿演怎么样？你就走。我是你那跳了楼的媳妇儿。你媳妇儿才跳楼了呢。其实我这个跳楼，觉得他跟那个九南他俩自由发挥的。对，因为我设计的时候我说别跳楼，但是就是因为人到一定的岁数，跟夫妻两口子吵架拌嘴都正常的事儿，是小磕小碰的，尤其老出差媳妇儿就不满意，这都是正常的事儿。对，时间小别胜新婚啊，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就想让他们俩演绎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演跳楼了。其实真是朗哥给推下去的。我什么时候推关秋海的媳妇儿了？就破案了哈。然后这个九小白演什么？小白演的是10岁的我。10岁的老哥。10岁的，哎，你10岁的时候，他10岁的时候真的是学习就特别好。对，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都还行。因为他当年考那个考分考多少分来着？考大学。对，考大学597，你看，597呀。这是这个那个是失之交臂，真的是考这么多分的哈、真是快赶上我了，因为对我那半拉胳膊在他那儿呢啊，因为我考97嘛，哎，就差5，这都是啥很优秀啊，小白演的不错，小白就演一个学霸嘛，他当年就是因为学习特别好。在学校来说，人家有了这个成绩，到德云社之后啊，有好多的问题。你像我们后台，谁有个什么不懂的字儿啊、事儿啊、啊会儿啊，都得问他。会儿，一般都是打牌的时候找我啊。老狼，这把什么会儿啊？都不太看牌的。啊，旁边这个于子琪，这是年轻时候的好啊。哎，这是老狼的初恋，演的是老狼初恋。啊，老狼，你有初恋吗？我没有初恋，我的初恋就是我现在的原配。这儿呢，这儿的初恋。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哎，那你就是，哎，那你后悔了吗？我后悔应该是我对他还不够好。哎呦，好男人也，好男人也不会就如此了哈。他前面那半句，我在等着呢。我后悔当年。
我以为有后半句呢，下手早了。嗯啊，结果是这个哈。嗯，这个旁边的九江演的谁？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跟狼哥的哥们儿，上学时的哥们儿。哦，对，教导主任，狼哥的哥们儿。对，这来说，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小插曲吧，小插曲吧。当年那个时候演教导主任，确实少年冲动，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方面管的还是比较严厉的。对的，而且他那时候心态也确实比较活跃吧，看看什么电影啊。对，啊。哎，这个张宇航演谁啊？我演的是15岁的狼哥和您，不是不是，三十岁啊，三十岁的狼哥演的，我演的是三十岁的您，15岁的狼哥，十五岁的狼哥，你演的干什么？看弹那个，可以了，你可以了。三十岁的我，他演三十岁的我，确实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帅。哎，嗯，差不多啊。差不多吧，然后就是那个人年少有为，今天是2000年的，是吧？1999年的，99年的无所谓，不差，不差那半年。往大了说不丢人。九成再怀一个他，我就可以了。说说，再怀一台，还是得注意适当运动啊。哎，九南，我是演35岁的朗哥，还有20岁的朗哥。对，35跟20，就是搞对象那会儿，然后还有那个跟媳妇吵架那会儿。哎，初恋是他，吵架也是他。对，但是你真正的这个阶段像他这样吗？我还真没像他这么暴躁。对，因为老狼性格不这样。哎，但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有这么猥琐吗？20岁的时候比较猥琐。还好吧？我看他表情比那猥琐。对，是，要不然不可能让你骗到手。哥，是不是嫂子今儿真来了？可能看着呢吧。今天老哥说了，今天咱们不能演的别演啊，因为今天优酷直播，优酷录像，到时候他会看见的。哎，妈，您来吧，妈。我就演了一个，你演挺好的。从那个怀孕的时候到这个老年的时候，确实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工作都是这样，是不是哥？对，都是一出差半个月这种。啊，而且演了一个父母啊，而且他的这个还演的还真不错。谢谢。我妈就是像他这样比较敞亮，但是没你嘴那么碎。啊，会好的，会还结巴了你啊。会好的，对对，确实演我媳妇儿，这孩子不错。他又抄一个。哎，旁边这个李小葵演谁了？我演他那个15岁的那个，就是一块看那个，就是抢那个那个的那个。啊，还有他30岁刚来德云社的时候那个搭档。哦，那个抠。对对对，行。对于一个阶段嘛，有一个阶段的感悟，嗯，对不对？一个阶段有一个认识的人啊和事儿啊，都会在一个思想层面上有一个改变。对，对不对？现在来说，老狼已经40了，40不惑了嘛，嗯，都不让霍霍了。对，压根儿也不让霍霍。哎，旁边这个张博帅演谁？我演的是您30岁搭档，还有李九成。哎呦，30岁就长这模样了。啊，哎呦，挺好的。还有什么？还有李九成他爸。哦。行，那你演他爸你不用演。没演，就是没演没到底。哎，樊小棠呢？演谁来着？我演了两个儿子，一个您儿子，一个您儿子。好。哦，两个，你这位就是个儿子，他这一下把我也勺得上了，挺好的啊。这个龙哥呢？龙哥找什么呢？25岁的狼哥，我演的是给腾哥接生的护士。你是不是给我妈接生？你是不是当时你给狼爷薅出来的？也不应该呀，要薅出来我应该有脖子才对。拿钳子夹。还有一个去提亲的狼哥。提亲的狼哥，二十岁的我。对，你觉得提亲的时候，你当时是他那种状态吗？提亲的时候还不是那种状态，提亲的时候确实我有一些紧张和忐忑，但是那会儿一看见我的准老丈人、准老丈母娘，我心立马就释然了。老两口子到底要钱没有？没有，真没有。丈母娘不是那样吧？丈母娘不是那样，没有50万 W， 没有，没有 W。哦，只有50万。50万元，确实，人丈母娘忐忑，要什么？来，给你500万。大样了，找一个好媳妇儿。现在还没数清楚啊，这行话叫吃软饭嘛。嗯，这个合着我是赘婿。哎，九重，九重演什么？我演了一个10岁的同学，朗哥的，然后演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丈母娘。啊，你确定那丈母娘可爱啊？这是一反派丈母娘。
啊，别不好意思，十岁那是我儿子。是是，滚。然后后来又演了狼哥四十岁到就是现在的夫人。夫人，狼夫人，哎，他那段演的特别好。哎，你觉得他这夫人演的挺好的？演的特别好，因为基本上跟我媳妇儿是原话。哎，基本上是这个这结尾这个底啊，这煽情这个，本来我不想这么设计了，我觉得咱应该欢快一点。但是我突然间想到，我想要应该用一个温暖的展示一个现在狼烟的真实状态。我觉得这样挺好，其实我演的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状态。对，天天我们哥几个说聚会啊，老狼很少参加。就是因为在家照顾孩子，然后那个你说媳妇儿担心他呀，父母那些操心的话呀，对，他儿子说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我们就把真实的狼和炎就演活了，表达出来。对对对，就是、我现在也没过去，就是让你这蛋糕是为这蛋糕为了送我呢，啊，你没看路，哎，活过来了。好，这个这来吹蜡烛吧，吹，别呀。你吹真拔蜡了，因为没点蜡烛，因为你听说剧场不让点，嗯，不让点蜡烛啊，不让点蜡烛也挺好的。然后今天呢也是一个好日子哈，是，毕竟咱们这个有这个叫这个生日第二天嘛，有这奖，有哪个奖啊？老北京就这样，对，老北京都这么过吗？生日第二天嘛，没听说过生日第二天的，喜三十二天。哎，这样咱给老狼一会儿来个生日歌怎么样？好了，来起个头啊。祝你啊生日快乐，祝你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啊生日快乐。对对，这就是最新的生日快乐歌啊，挺好的。哎，许个愿吧。真的是活过来了吗？我什么时候能还魂一次？挺好的啊，生日过了啊。其实有什么真的愿望吗？其实愿望也没有，就是既然大家来了嘛，我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希望我们这些师兄弟儿们呀，也都身体健康，都有钱赚。希望德云社越来越红火。这个最后的陈词呢比较官方，我盼了，这个挺好啊，挺好啊。哎，这样咱集体来个歌吧，好不好？啊，都十点多了，哎呀，今天又扣份了，我跟你说啊。啊，今天咱集体来个吧。哎，老狼唱歌吧，好不好？老狼唱一唱。我简单唱两句吧，啊，别耽误大家时间。哎。爱是一个漫长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传说你我只是一段插曲，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遥远的画面，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有个毛毛啊，很好啊，唱了一个这个我爱我家的主题曲。对对对，对不对，嗯，啊，是吧，咱集体来一个好吧。好，啊，集体来一个什么，听您的，嗯，老狼说一个，那就哎六队对歌吧，来吧，啊，好，来啊，哎，回头我填这儿。啷啷个儿啷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个儿的里个儿啷啊，个儿啷个儿里个儿里啊，天桥没有桥啊，怎么了，戏台是人大的哦，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个儿啷个儿里个儿里啊，你刚下了台呀，下去喽，我又登上去，来了你，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后台是腾着的，嘎儿隆嘎儿里嘎儿里呀，您要是听相声啊，我，哦，德云数第一，没错，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在六队里，嘎儿隆嘎儿里嘎儿里呀，您往那台上瞧啊，走走，没一个能看的，不能，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在重重的，刚才这玩笑的，别往心里去，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生活甜蜜蜜，哎，万事如意。
骗你们的。接下来请您。那么他话多，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闭幕。感谢各位的观看，本场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见。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故意》，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儿，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这个今天是封箱哈，你们开心吗？我也很开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箱。啊？哦，那开箱是哪年的开箱了？那是，是吧？所以现在就弄得我也糊里糊涂的。收废品。啊？收冰箱、彩电、洗衣机了啊？这干嘛来的？这是？收可乐瓶、易拉罐的啊？这么快就进入人物了吗？你往这边看看，收头发。你往那边转转吧，上我这儿收头发不得赔死你呀、啊？收长头发，擦擦你的眼睛，啊，头皮要不要？头套要不要？不要，干嘛呀？跟这儿哈？哎，不认识我吧？认识啊，张立民。你说那位是哪位帅哥啊？哟，怎么怀孕了？咱俩谁肚子大？你说说，弹幕都说了，你身怀六甲的。少来这套，纤纤细腰，真是一个表脸的演员。哎啊，不太了解我。怎么了？不了解您呢？其实我不是什么张立民，还不如张立民呢。更不是什么张鹤伦，那您干嘛的呀？我是你爸爸。你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我怎么不老熟悉的呢？我看你们演员不经常这么开玩笑吗？那我们也得有结构啊，兄弟。可能休了一个月吧，没有什么结构了。说的我都羞羞了。我呀，嗯，是研究吆喝。不就刚才那个叫卖呀、啊？对了，那有什么可叫卖协会的语文课代表？谁给你的这个职称啊？这是我们协会，还我们协会？怎么了？不用，这不用琢磨，不用研究，谁都会。你也会啊？当然了。听说你们这个讲相声的，这个语言方面也比较有天赋、啊。还干嘛还讲相声啊？您瞧瞧。哎，你也会研究这个吗？我不用研究，我就会这个。吆喝？打小听胡同，走街串巷的都来这个。啊啊，行啊。那可不嘛，来两句听听，还来两句干嘛呀？磨剪子来枪在刀。嗨，我你们听过什么呀？听过什么呀？听过什么呀？听过什么？听过，总算转过来了。就这还好呢，这大伙儿爱听，给鼓励。这苍白，这苍白，肤浅。吆喝，吆喝讲究的调门和韵味，还有韵味呢。当然了，那您给我们来来，听着啊，我们听听。磨剪子的这个枪才到，哎，但是他这比我这还真好。收头发，今日盘点，啊，收长头，我这儿没有。老收头发干嘛呀？啊，吆喝还不错的啊，啊，还是不错的，对不对？现在年纪轻轻的，对这个吆喝啊，了解的是少之又少啊，听的也不多了，对不对？在过去那年代，怎么样？特别的多，是吗？走街串巷，全凭着肉嗓子吆喝，都喊出来。那是了，哦，那时候一语吆出来啊，我跟你说，都得听得见。那他吆喝什么呀？比方说吧，嗯，卖青菜的来说，卖菜的也吆喝，挑着个扁担啊，哎，
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哎，挑扁担，前后箩筐，里边三五十吨青菜。嗯，三五十吨呢？怎么了？哥们儿搬山去了是吧？多挣点嘛。拖正点那也挑不动啊，多少斤？顶天了，三五十斤。三五十斤，嗯，挑出来这味儿了。您来来，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里眼里香椿了蒜儿嘞，好韭菜。还真好听，哎。就这么一嗓子怎么样？我跟你说，天桥都听得见。这嗓门太大了。天桥还一卖菜的。不能啊，天桥吆喝的今天都休息了，都上北展封箱来了。那边没有演员了吗？没有了。好吧，哦，听你的。不是听我的。那没有就没有吧。就是啊，就说咱吆喝这个豁亮劲儿啊，嗓门挺好。哎，那时候吆喝都得这样。是啊，啊，你看过去还有那个卖糖葫芦的，冰糖葫芦也吆喝，是吗？但是来说，北京城来说，东西南北城各不相同，那都怎么不一样啊？北城来讲吧，啊，深宅大院居多，一语吆出来，几层院子穿透，有这么大的能耐？哎，您给我们学学。拿一个大竹竿子，嗯嗯，上面扎了好多稻草，对，上面扎着那么三五千根糖葫芦，哎，三五千根啊，哥们儿卖狼牙棒的那是。你家狼牙棒上面有三五千根？废话了，糖葫芦能有三五千根？多挣点，多挣点也扛不动啊。你说也就三五十根。行，死心眼儿，还陈小二呢，还糖呢。嗯，摇出来这味儿了。怎么来？蜜蕊冰糖葫芦来哟。你摁我鼻子干什么？失手了，我想掐人中来。有掐鼻子能活过来的吗？弄一酸鼻儿可能能反应过来。不是，人家专业吆这个。您缓口气呀、啊。讲究口腔、胸腔、盆腔共鸣。哎，盆腔啊，那冰糖葫芦放出来了。糖葫芦怎么放出来呀、啊？废话了，腹腔共鸣。这咱这没有那个气力，人家专业呀、啊。练、哦、得少。对了，就北城的嘛、嗯。啊。气力足，南城比较简单了。南城怎么了？后来别打。完了，嗯，哦，这用的气力倒短，就比较简单了。是是，哎，天津，你看一种卖叫卖包子的，卖包子的，知道吧？天津的大买卖还狗不理不吆喝哦，一般的人都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卖夜宵，哎，老头居多，老大爷，半夜十二点钟出来啊，知道吧？因为卖给那些下夜班的呀，哦，打牌的呀，嗯，喝嫖，嗯，喝剽窃的呀。剽窃是干什么的？剽窃就是偷东西的。那叫盗窃呀，我说。多音字。哪有这多音字去呀？不是，他偷人的。偷什么？偷什么人呢？偷人。偷小孩行不行、啊、那叫盗窃。对不对？嗯，盗窃的。啊，卖给他们的这是都有那个下一班的。老大爷。哎，老大爷。哦。鱼多，你看腰出来就俩字儿。哪俩字儿啊？肉包。哦，那他什么样子呢？这肉子出来你还能听得见，包子出来顺空气就走了。哦，我你学一学，这么大差距，老大爷怎么卖包子？步履蹒跚，腿脚不好啊，七八十岁。嗯，你学这正合适。嗯，怎么的？嗯，来着就看就知道了。老来这趟啊，嗯，看看老大爷的感觉。老大爷，这干嘛用啊？就小竹篮子。哦，竹篮子要不要挎着你啊？挎我，挎我不行，我没头发。这上来就学老大爷来了。这颤颤巍巍的，你哎呦，嚯，这岁数还出来呢？你这岁数到时候回不去了。怎么这老大爷韧带不好是吧？后交叉韧带撕裂。年轻人不讲武德，
你起来，你给我起来。你干嘛呀？我碰你一下就倒了。我必须先躺下。怎么了？我怕待会儿你躺下比我要的多。我不是碰瓷儿的，知道吗？不是吗？一个吆五卖包子老大爷，你别那么多话。我感觉你很专业的样子。不是碰瓷儿的。哦，好好来啊！再来一遍。哎，老头又出来了，刚才那包子就没卖出去，这会儿也不知道应该。哎，你听我啊，听你啊，听你的，听你的。Stop。OK。死根儿。死根儿。我刚才听他们老根根的。他们是喝多了，那是。这么一会儿三回了，也不知道他吆喝成什么。No！吓我一跳。吓谁一跳啊？吓我一跳。头发都没了。哇，这差距还真挺大。死掉了，这刚卖几个人就走了？老大爷刚包那边包，他们给老大爷包了啊，好嘛，给老大爷包了，老大爷让同行气死了，真是冤家啊！三更半夜这么多同行，那也没想到，就是说腰差距这么大啊，卖包子的肉包的差距，嗯，这是卖包子的，是最难的来说啊，啊，过去得说是那个卖故意的，哦，就是卖旧衣裳的，哎，这知道吗？那当然知道了。一般来说两个人吆喝。对，掌柜的带着一个小伙计，哎，小伙计给掌柜的帮衬着，跟着掌柜的走，这你也知道？那太知道了。你要研究这个，咱俩来回这个没问题呀、啊，行啊，可以啊，来啊，您来那掌柜的，我你来这个，我来小伙计，咱俩把这个马褂腰卖了。哦，这手绢就好比是一马褂了，行不行？没问题，开始啊，我跟着您走，跟着我来，好嘞。搭了马的褂儿啊，搭了马的褂儿啊，声音都一样。Why？ Pardon？什么意思？不是你问为什么吗？我说你再来一遍。我只会问外，没关系，你再说一遍呢。不是我那意思，你干嘛要学我呀？我没学您，我这跟着您呢。你这么跟着能吃着什么好屁呀？我是蹲着跟着您的吗？不是你站起来学呀。我没坐下。咱好好，你别学我的词儿，我往下来，不懂吗？哦，懂了，懂了，是吧？搭了马的褂儿啊，搭了马的褂儿啊，不是底下有狗粮啊？我要酒粮都拿走了。你往下蹲什么玩意儿啊？这不是您说的往下吆喝吗？词儿往下，我的乖乖，中中中中。什么都会、啊、词儿往下词儿往下、啊、没问题，来吧。大了马的褂儿啊，二了马的褂儿啊，词儿往下吧。三马褂儿啊，四了马的褂儿啊，五马褂儿啊，哎，六了马的褂儿啊。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啊。谁不是这个旋律吗？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怎么还社会很单纯都出来了？不是你这个三了吗？这四了吗？就开始了，就这。这往下来就马褂排队了，大马褂、二马褂、三马褂、四马褂、五马褂、六马褂、七马褂、八马褂、九马褂的。这是您说的呀，往下来呀。往下来不是这么往下来呀？那要怎么往下来呀？马褂的用途得吆出来呀。马褂不就套外边的吗？你吆喝出来，套在了外边儿啊，走阴贼的事儿吗？原来这样子哦。还这样子哇？你给我装什么你？啊，没问题了，我早知道这个样子就可以了。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我这壳捋了。要不你先醒出来。你这个腔调还不是很会哈、啊。慢慢你就习惯了哈、哦。我跟你讲哈、哦，卖故衣你要不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哦。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头脑发光发亮哦。要不要继续来一下哦？你是不是串儿啊？什么意思哦？我感觉你不像是单纯的北京人哦。
你管着管不着啊你？咱别来放言行不行？哎，好嘞，好好的啊，没问题。大了马的官人，哎，逃到了外边喽，没有袖子。没，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大马褂没袖子，怎么了？那不成砍尖了吗？你要我出来呀？那是砍尖啊！小心你的韧带啊！怎么了？怎么了？你是不是脑袋断网了？断网。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给你连一 WiFi。我不用 WiFi。干嘛呀？好好的，知不知道？能连上，有词儿了吧？有有有，来了啊，没问题。别废话了啊，来，人说了20分钟必须下去啊。嗯，真的？他们哪一个听话了？你瞧瞧，哎，大了马的官儿啊，哎，逃到了外边儿喽，没有袖子，哎，那是坎肩儿喽，买裤子是两条的腿儿喽，一条腿的，一条，那是裙子哦。三条腿儿啊，你裙子套裤子哦，四条腿儿啊，哎，两个人穿哦，五条腿儿啊，我那是手套哦。哎，可以，手套都想起来。你们家穿手套出来，你这。哎，往后可越来越难。什么呀？往后还要算账呢。我最在行了。口捻账。没问题。那我也听说后台都夸你是算盘大王吧？是我，不是。那别带那个算盘大王，就说您数学不错，特别好。来了啊，来，我要买袍去，还有个领子哦，有袖子啊，还有了棉底花哟，对了个对啊，是打了棉底对哦，怎么那么厚啊？他新娘续的哟，后娘当的，当多少哦？五六毛、啊，那是一了块地哟，给你两块二啊，我找你一块一呀、啊，给你三块八呀、啊，那只找你两块七呀、啊，给你17,946.35哦，你扫我二维码不？哎，没带手机。走，像话吗？这个那么一大堆数，谁算得上来呀？我就行啊。你能行？对呀、啊。我给你125,336.45哦，来，我留下一块一呀，剩下都给你呀。算上了。这世界很酷。